新民生要先带大家来关心嘉义市议会的消息。引用经政署的统计资料，嘉义市议员张英宗今仔日伫议会质询，批评嘉义市的各项治安数据拢无好，尤其是窃盗的案件发生率明显有偏高。警察局长许清廉强调，目前针对窃盗的问题，已经规划勤务加强巡逻，希望遏止犯罪行为的发生。议员黄秋蝶正是针对着税务局查报违建。漏税提出建议，认为应该要订定标准，全面清查才算公平。这期嘉义市的治安数据拢退步，尤其是窃盗案件发生率明显偏高。嘉义市议员张英宗十六号质询，特别引用警政署的统计资料，要求警方要加强改善，想办法来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。像这窃盗，顶起来顶挂起是十来十几个。这个成绩要差强之类的，但是这期呢，谁把东西变第三名变成第一名，啊，第四名变成第五名，那个就是什么呀？是不是你管理上、要求上，或是大家什么态度，你放松了？问题的这些窃盗的问题呢，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在查起这窃盗，比如说像机车窃盗或汽车窃盗。虽然不像那个住宅窃盗，说人家窃不出来，多么对，那但是呢，机车窃盗和汽车窃盗是帮助了，那我们呢，就是也有规划勤务啊，尤其在刑大跟分局跟派出所的，在比如说比如车站啊或者学校机车停车的地方，我们也都有在加强勤务。另外，针对着税务局在工作报告当中提出查查违建漏税的部分，嘉义市议员黄秋蝶是提出建议，认为税务单位应该要订定明确的标准来进行全面性的清查，才会当符合公平开征的原则。人若做面对啦，你就必然查对啦，就清查对啦，安尼无叫做公平啊！我了解你方面。不是说我们在清查违章漏税这个部分，就是让它降低一个来做降低的保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你应该是前面去了解有哪一些状况，有它的轻重缓急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没有利过。你讲的有利的，而且讲这个部分都是陆陆续续，每年都有所谓的这个违章的清查。啊，这个部分，我想这个黄议员你也有这个信息。我倒有有利过，有，我们来参考。对第二院的建议，嘉义市税务局强调，过去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，以民众基本则进行查查的方式来进行。但是对第二院的建议，将会进行参考评估，研拟相关的办法之后，才过来推动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